北京时间8月5日13点 ,2018 年南京世锦赛将迎来决赛的争夺，或双决赛在郑思维、王亚琼和王懿律、黄东萍之间展开，石宇奇则将和陶田贤斗争夺男单冠军。无论是谁胜出，都将是继林丹、李宗伟、陈龙、安赛龙之后男单领域新的王者。男单石宇奇 VS 陶田贤斗，爱玉客 APP 用户点击上方图片预言你心中的胜者。陶田贤斗本赛季以来状态十分不错，夺得了一名公开赛、亚锦赛冠军，是本届世锦赛最大夺冠热门。此前陈龙、安赛龙接受采访时均表示，陶田贤斗是目前世界羽坛最稳定的男单高手之一。回顾石宇奇、陶田贤斗的晋级之路，可以发现下半区由于李宗伟、孙文虎的退赛，陶田贤斗一路均未遇到太大的阻碍，仅在八分之一决赛对阵安东森时打满三局才过关，其余均12-0轻松获胜。而上半区的石宇奇则是战胜了林丹、周天成、陈龙等一众高手，杀出和死亡半区，过程比较艰辛。石宇奇和陶田贤斗此前仅交手过一次，那就是在今年的亚锦赛32/1决赛，当时石宇奇苦战三局，1-25-21, 21-12, 12-21不敌陶田。此后石宇奇经历了汤姆斯杯团体大赛的历练，相信在心态上有了一定的提升。此次两人再度交手，无论是谁胜出，都将诞生男单领域新的王者。混双郑思维、黄雅琼 VS 王懿律、黄东萍。爱旅客 APP 用户点击上方图片预言你心中的胜者。混双决赛在郑思维、黄雅琼和王懿律、黄东萍两对中国组合之间进行，双方互相比较了解。此前双方在羽联赛事中交手四次，亚斯组合取得全胜战绩。不过也目共睹的是，在近期的比赛中，黄东萍技术有了一定的提高。对于这场决赛，王懿律在赛后采访中也提到，明天的队内赛我们彼此之间都很了解，场上就是看谁的状态更好，变化能力更强。女单马琳 VS 辛德胡，爱与客 APP 用户点击上方图片预言你心中的胜者。里约奥运决赛再度上演，马琳再次和辛德胡在决赛相遇，此前双方交手11次，马琳6-5略占优势。这次世锦赛辛德胡连续淘汰了日本两大魔王奥原希望，山口气状态很不错，而马琳状态也是爆棚，半决赛之前均是以2-0拿下对手，今在半决赛碰到何冰瑶时打满三局才拿下，这次到底谁胜谁负，关键就看临场发挥了。男双原田奇物加村健士 VS 李俊慧刘雨辰，爱与客 APP 用户点击上方图片预言你心中的胜者。李俊慧刘雨辰和日本机械组合此前交手七次，双盘以4-3略占优势。在两队组合最近一次的交手中，国羽双盘2-1, 11-21, 21-10, 21-13逆转取胜。这次双方的状态都很不错，胜负难料，关键还得看临场发挥。女双松本麻友永元和可奈 VS 福岛游记广田彩花，爱与客 APP 用户点击上方图片预言你心中的胜者。女双是日本队的德比之战，松本麻友永元和可奈能打入决赛也算是爆出了不小的冷门。不过在交手战绩上，福岛游记广田彩花取得了3连胜，优势明显，但赢的过程都不轻松，两次打满三局才拿下。 PS 小编听取广大球友心声，特地将本次新闻封面图换成了陶田贤斗，看看爱与客直播封面图到底有木有毒福利参与世锦赛预联活动，英距离您高端球拍大赛福等超多奖鞋。出我查看活动细则，截止目前世锦赛预言活动先知榜勇士榜排名先知榜第一名获得李宁锋刃90，第二到六名获得 N90TD 球拍，第七名获得李宁先锋羽毛球鞋，勇士榜第一名获得李宁锋动7000，第二到六名将获得世锦赛大赛服，还有更多纪念奖品。我
本文系爱旅客羽毛球网原创，未经允许严禁转载优秀原创稿件。个人简历投递通道 TOUGAO@AIYUKE.COM。